静的角落，避开所有眼光的探索，寂寞是我唯一的借口。经过多年刻意的漂泊，在一个山顶上，卫星图上显示这里叫花园口，像个归宿找不到理由。为什么经过多年以后，所有的过与错无法解脱？为什么经过多年以后，得失的过程如此冷漠？并不是我故意冷漠，也不是要让自己孤独，只是心里话该向谁诉说。我只想要简单的拥有一片小小真实的天空，不要再有飘零的失落。为什么经过多年以后，所有的爱与恨不能淡薄？为什么经过多年以后，风干的伤口心痛依旧？开饭。从这个角度看出去太棒了，是吧？先这样，把这个盖打开一个洞，然后喝里面的汤。这个小小盖子像牛板筋一样的，其实是蛋清，然后这个部分是蛋黄，这地方就是小鸡了，没有毛，没有毛，真的没有毛，它就是一个胚胎，但有肌肉。鸡蛋，你看什么呀？我只想要简单的拥有一片小小真实的天空。先喝汤，不是小鸡的尿尿啊，是真的鸡汤。放开了吃，我一天能吃几十个。
这个很有嚼劲，就跟牛板筋一样，叫底盖。快，坐，就是这样的啊，上面是小底盖，啊，来吃吧，哎，掉了，嗯，阿花嚼的可香了，我和我的狗都很喜欢吃。一顿吃个十来个，啊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还能嚼半天。没人跟你讲。这就是吃嗨了，吃嗨了就这样了。有的时候吃小排骨吃嗨了也这样。吃了五个，我的狗吃了俩。我买来是这样的，嗯，我在一个寺庙的下面，那个庙就在山上，然后这边是悬崖峭壁，下面就是大海。开门啊！这开门啊！去去就来。登陆的，这里是花园口遗址。我现在就在这座山的最高峰，从这里看前面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海，那面也是，那面也是。这个岛上三面环海，一条小路直通这座山。看到土地庙，往下走就到我停车的那个地方了。嗯，没人来，很安静。有很多墓地，太阳能的，声音还挺大。它可以一天24小时循环。那边树林里也可以住车的，下次再来我就去那儿住。坐在这里喝杯茶，心就静下来了。可能又有人说你不害怕，你怕什么吗？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对吧？啥都不是。